访问网络电台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仔日台语文学家、台语文学家陈昭成啊，陈昭成老师哥啊来咱访问网络电台啊，请来甲咱这老朋友啊嘛，老观众、老朋友啊，嘿，甲咱海内观众亲先请安问好者。啊，访问网络电台这里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啊，我可能真久无来啊嘛吼，啊是，我最近较无用创作啊，啊写到无啥啥，写到讲我每一条歌来个家才叫袂记。啊，无啦，写伤济去啦，敢若讲人个囡仔生伤济哦，啊，倒一个叫啥物名，煞一时半阵煞叫袂出来，袂记个这个囡仔是到底是第几个啦？迄无紧啦，啊，今仔日吼，啊，就先甲咱啊海内外乡亲看要先，我先来念首是啥物起来安尼。想念首歌里的这个诗吼，我真早进前1994年写的吼，啊，再来唱我最近写的吼。嗯，这首是一种散文诗啦，吼，是讲海上的歌里啊，向来欺负你，是平静的太平洋，啊是台湾海峡的暧昧，是风台嘛，风台难行，咱如关山甲伊化解，是地动嘛。不是，火山炸着沉积，土牛哪会翻身起歹？那安尼，敢是神圣的都庭，人间的伟大？使咱全无一般，想要大汉，只想要永远倚靠别人，又东又西，啊是软弱的咱，根本就唔敢做主人。海上的孤儿啊，身为阿西阿的五斤斤，真啊真啊，那究竟是中国人的悲哀，却不是你真正的心事，也不是你希望的未来，都已经落光，人必须落胆。海洋本是你开阔的心胸，未沉的岛国，才是你人的爱，你应该勇敢。只是我要老实跟你讲，欺负你的不是别人，是咱。尽管你伫遐一直怨叹、怨叹中国人如何的可恶、可恶，其实因嘛不是无解。伫遮，我要叮当的、叮当的跟你讲，欺负你的正是你的同胞、你的亲爱，甚至我。原来你咱私心的纠缠，正是问题的所在。一如弱者欺负弱者的结局，一如弱者欺负弱者的结局。你应该，我应该。这首诗可能爱小可解说者，因为安尼听者首真好听，安尼过去啊。但是伊内底诶所讲的迄个意涵哦。可能要稍微解说一下呢。咱台湾这个背景哈，真趣味哈。你会记得最近的新闻，有一个啊客家人哈，甲这台语人大做伙，啊这客家人饲只鸡啊，一寡个观赏的鸡啊，啊鸡啊惊起哦，隔壁家，家伊迄落牵迄落伊的狗啊去家伊家食掉伊啦嘿。无食掉了，加死了吼！啊，叫伊叫伊赔，我要赔一千，叫伊赔一千块啦吼！啊，一千块是块。人个是观赏鸡啊，唔是迄款的肉鸡迄种的。观赏鸡那个是小鸡啦。嘿啦嘿啦。我像鸭鸡迄种的啦。就迄款的迄啰宠物鸡啦。嘿啦，宠物鸡啦。嗯。其实迄卖袂，即卖在台湾也袂偌贵，因为我较早阮姐个买。无几百块啊嘿。啊，结果伊家讲价了，互伊赔伊阿五啦。嘿。啊，这里一下五三百是差不多，遐也只要在卖到迄个价钱了。结果，嘿，这里白人诶，这里台语人啊，这里查某囝吼，啊，不是无聊啊啥吼，伫这里脸书内底吼，有一种脸书吼，Facebook 内底老人哈，老话啊，讲意思讲你讲，迄客人吼，
安怎安怎？哎啦，叫我欠腰几个钱，我小姐个安怎个个人员，安怎拢讲迄落负面的，讲几排啦，嘿啦，写到规个电脑文无啦，安尼一撮一撮的啦，会当骂拢骂骂掉安尼啦。啊，即嘛结果。伊说对，伊毋是对迄间人安尼，伊说对整个的这个台湾所有整个的台湾的客人。迄种习惯啦，就是你针对伊讲就好啊，吼，啊，何必要讲客人哈？啊，客人安怎是结果？客人跳出来，所以客人袂欺负你的啦。啊，来，但是讲一个有一个砖头，我要较高。啊，到尾无法度，当我走去甲道歉。啊，迄砖头嘛是讲啊，敢有道歉嘛就算了。系啦，伊要爱的是这道歉，伊嘛原谅伊讲要个少年，唔捌代志啦。伊若骂讲阮隔壁迄个猫咪人，这个。客家人安怎啦？伊那指定迄、那个啊，你该有温婉啊！你指定迄、那个，你卖看多，你唔通洗面去挨着片啦！你洗面就洗面啊，去怪迄个片光，所以做文的问题是真微妙的啦，哈、就是讲，一记哩，即马有个人嘛就感觉讲啊，原住民需要家己做家己主人，好、但是原住民需要家己做主人，但是伊有想到讲整个台湾这个主体性的问题无？客人本身也是想讲要家己追求家己本身的权益，但是有想到讲整个这台湾的正义的问题无？哦，啊，这外国都国讲啦，台语人这个学游的，哦，听众可能观众朋友你可能唔知道，焦雄老师伊咧讲的学游的，因为我甲伊定有在语言有一挂这啰，伊就挂到客家人，伊就河洛人嘛。啊！伊讲我客人啊，我讲你唔着学摇的，学摇较早就是骂人的歧视的迄个意思啦。所以讲，老师朋友的意思。嘿啦嘿啦，啊！所以讲，伊定在讲伊家己，伊个即马佫反家己，反消遣家己，讲伊学摇的啊，我客人安尼。啊！但是自从台湾这个改严了后吼，就开始有一个问题，有真侪人咧写文章的时候，伊就客家大脑，声声酷酷就是讲。吼、这个腐老沙文主义，啊，无就是这个啊，什么台湾沙文主义啊？汉字呐，无灭台湾，无做。不是，伊这是个另外一个问题。还有一条公法，就是讲，你们讲你们是台湾人，你们讲的是台湾话，那我们讲的不是变鬼人鬼话，那我们不是变鬼人鬼话了吗？他们就自己。对号入座，家己是鬼啊！系啦，啊，所以讲，这是一种真悲哀，就是讲族群一种互相的吼，弱者甲弱者互相的去食味，哦，食醋，啊，所以迄天嘛是在真趣味，就是讲有一个蒙藏委员会的委员吼，当然伊是应该是个罗银雪，听这名吼，应该是跟中国关的，中国人啊，但是伊就去参加这个。伊毋是参加啦，伊予这个立法院的委员，改用公文去啊，叫伊来遮接孙。接孙啦，嘿啦。啊，但是这个原住民的这个立委，吼，干咧这个，高金素梅啦。啊，甲问讲这个，其实伊较早捌做过，但是去遐问啊，伊讲我今日来，我都毋是咧讲这个代志啊，吼，啊，伊就袂用回答伊，啊，伊就硬甲字的，伊讲啊，你们。我规间骂讲你们原住民沙文主义啊，啊，这是无人敢骂，结果伊又骂出来，啊，就骂出来，结果，伊讲，甲问讲，台湾的主人是啥人？高里森来甲问，伊讲啊，台湾的主人都2300万，哎呦，欠我脚巴，啊，其实伊就出来就愤怒不平，讲我讲2300万。刚讲唔对是吼，啊，这就是个问题，这就是正经样。原住民有本身家己的感觉，讲我要爬起来，但是英国会方利用讲，我才是台湾正港的主人，恁唔是，对啦。啊，就会发生一个潜意识的问题，就是讲，因就是讲，我要追求家己利益就好，无要追求别个族群的利益。整体，伊唔是要追求啊，整体这个比通底价的这个权益啊，利益啦，啊，伊嘛，伊高金素梅家己伊的迄落
政治意识形态，伊嘛是我伫迄啰中华人民共和国遐来看转来台湾。伊、哦、毋是我国民党，伊是我迄边。对，啊，伊就伫遐摕去读迄啰原住民的诶博士转来。啊，所以即、這个原住民本身也好，即、這个客人甲即个河洛人中间好，嘛是一种分化的即、這个一种现象。好、啊，即、這个学游的讲台语的即个人本身。内底嘛是无啥啥，伊无法度对我，伊干那对原住民，然后对客家人，然后一点仔办法嘛无。啊，只要是咱调来搭牛耳耳尔尔，哦，啊，甚至拄到通地族群，本身也小喊一下讲，哎呦，我是少数的族群啦，啊，即摆互恁起来要安怎创啊啊，我那是要安怎创吼？啊，他们那是讲华语啦。啊，你也敢看？所以讲恁只要永远打伫阮的脚。腳下底腳就好，你袂使嘴袂使家咬起來喘氣。所以我寫有寫一篇文章，有一個朋友叫我投稿投在那個二八的這個雜誌裡面，叫我不敢用的款，我是這樣寫的，說有一個很大的這個綠色的巨人，去有一個魔鬼，站在腳腳邊上頭，這個魔鬼正腳又打一個这个客家人，啊，倒脚阁打一个原住民哈，当然我这嘛是归公爹啦哈，啊，这嘛是下脚这里吼，较大汉嘛，真艰苦，跌到真艰苦，要爬起来，伊就讲，你不是爬起来哦，你也爬起来，我你甲我徛喺顶头，我来创，我你只当跌起来，我都跌死吼，啊，你想想这家己嘛是讲无力的，啊，佫惊的，讲你倒小工，伊若起来吼，哇，伊甲你打了，也较凄惨吼。啊，真正话你个倒字啦，啊，只是这想想，嘛讲翻一个身吼，哇，不倒跳跌掉的啦，面对面佮跌掉的，爱吐就来吐过，爱吐就来吐过吼，啊，咱就是忙讲啊，选举，看会当靠选举，我都会当赢有这机会无，但是。咱的选举，我来讲啦，台湾伫台湾办的选举，伫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办的选举哦，当然人从来毋捌赢过，尽管有赢过嘛是输啦，啊输者搁较彻底啦。是啦，这赢嘛是输啦，啊输嘛是输啦。所以咱伫讲，咱只干啦，伊伴的迄个音乐，咱背去跳舞哩。是啦，啊，所以讲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咱拢真推啊中国文化，其实人类文化里底吼。你卫生间看来的，伊嘛是一种斗争，所以世界文化好，中国文化内底有一挂智慧，咱必须爱去学。吼、啊，你爱学迄个智慧，就是讲你今仔日你也无学迄个智慧。啊呢，外表上就电话机讲的讲，看了跟你赢啦吼。啊，咱都咱所支持的人已经做总统啊，但是其实迄是一种侥幸，啊，佫无大劲。啊！即些输者都惨。啊，佫一个问题是讲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哦，无但是佮你打喺脚底，打喺脚底，互你翻身就袂当翻身。所以我迄天大家去呛马的时阵，我为伊人吼，为着三顿吼，爱伫台北市啊内底去讨食，我有做一寡社会调查，我那是积极绿色的电影人。讲迄个话，我实在是听到真艰苦。第一，安尼甲我讲，伊讲，阿扁啊，伊无奈何必要去算股票咧？但伊是咧讲啥？迄就是妄谈啦，妄谈讲伊算股票，啊，这实在算股票是小 case。美国这个英国的女王嘛咧算股票，这就是用无知的讲法啦。第二个吼，伊讲啊。五色丁就是安尼爱收人的钱，今仔日阿扁也唔得只凄惨，其实嘛唔是迄个问题啦，重点唔是迄个问题啦。因为政治是种斗争，政治就是讲。但是甲你讲话遐个人，伊知识度都无够，伊拢听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媒体二十四小时在甲伊洗脑，在甲伊讲。遐个是出来呛声，是冤阿斗和绿色的哦。对啦。佫一个，我较心肝较疼，我伫讲互伊听，伊讲。先生，你讲了不是无理啦，反正我也袂支持啦。但是阿扁啊，我上册安尼啦。我想你是安那册阿扁啊，册个遐册。伊讲我册个重大册，咱台语讲重大册，各位可能听有啦。因为咱拢有年纪的人啊，咱拢是汉子啊。我讲啊，请教你是安那重大册？伊讲你唔知呀，
哦，我十一级了五百万呢，哦，了五百万，啊，了五百万跟阿扁有什么关系？伊讲这都明明导演出来，嘿，吼，什么人导演的啊？这都是国际吼，为着要赚迄个一千亿吼，啊，阿扁也是做男主角安尼啦。我讲啊，这也万年男是阿扁的导演呢，讲阿扁也毋是导演，上起码是配合人的一个男主角啊。配合别人的那种男主角，我想起阿祖阿扁啊，跟国际关系也好，有法度去用这国际这经济犯罪，哦，安尼砰一声，安尼，好股票机会，安尼大概了一千亿，但是即马即届了偌济？即届了两条瓜，唔拿两条瓜啦，唔拿哈，今仔个唔拿哈，那个唔拿你哈，大头从来有诶无拢大头十条，啊，所以讲这类物件咧，咱当人迄个看钱看正当。我感觉真重，啊！伊也有一点啊，有一点失败。伊是较早是支持阿扁啊，伊是捐钱出来给阿扁啊。嗯。啊，佫一个我的同学，我小学的同学，较好的同学。这个同学本身嘛是同款，做囡仔是真善，啊，到尾要趁钱，趁钱，经过来趁钱，到尾要当即卖会用讲几啊亿的这个富翁。嗯。但是，伊原本也是支持绿色的，嗯，也是捐了阿扁啊，差不多啊，应该上少嘛，佫有几啊百万。嗯。但是有一次，伊就是收购的时阵，伊去买收购的这个债券、借款。嗯，这借款买了到底，因为伊改造嘛。嗯，哦，始始终都未愿承认就对了。嗯，就是讲啊，无你都分得两成、三成退，吼，啊无就大家来收购。伊相信无多，只有提两三成。嗯，啊伊就问他阿扁啊，讲阿扁啊，你这苦，你是安哪样啊？人。蔡家要摕两百亿出来，你唔好伊，你拗死死当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伊根本都无去了解讲，啊，边个边啊有法度插这个代志，啊，边个有早就插这代志，今仔日伊嘛用了解关。伊当初要惊要拗，正经有影，伊惊要介入，要去拗蔡家是，今日伊死啊，够真凄惨。因为死死当真清楚，伊这个财团本身是，那是外省的背景，伊是。国民党的正港的核心的背，这个背景。对啊，对啊，中常委啊，个伊迄个是迄个迄个乌底帮派乌底。啊，唔是伊代志真实，你看迄个高速公路迄件代志就知影。伊啊，我咧要做了嘛，无要紧，因为我了几年，我尾啊，规拢都霸起来咯。好啊，所以讲伊迄人做代志足霸，啊，即嘛换伊判输，伊嘛是照常，照常结了，照常未言。哦，照常我唔，你我卖插你会使无？嗯，哦，所以。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台湾人很浅见，台湾人的浅见就是说他都站在他自己的那个利益，利益的那个，他如果有相对的时候，他就是切，啊，切他们切强者，他就切弱者，所以我相信，所以说你这首诗就是说，弱者欺负弱者的时候，欺负者更加贴地就对了，比强者欺负弱者更加贴地，所以我有一个，现在有首诗，我写一个，这个大雷花，啊！我念给大家听看卖啊！这是我今年嘿五月十九前几日刚写的。嗯，啊，你这首诗是是要对什么人？都有影写什么人？头一站我是影写陈文成。嗯，好、哦、啊，做了许多影写这个阿扁啊。嗯，好、哦，因为国民党就是车连败。对。车链啊，链到遐拢回落原地。啊，伊迄个十二道公墓吼，迄是一支一支的刺啦，剑嘿，一支剑吼，迄不是讲什么公墓，伊那有公墓啊，伊啊。扳起花，棒推推，红甲亲像花，翻金毋嘛真水，链到涂骹断骹脆，嘣一声真疼真正疼，落花竟然多离开。有人嫌伊花大蕊，用车搞到边吹吹；有人躲伊木棉灰，归去电机好哩长。扳机花啊，吃命运。有人欢欢喜，有人暗伤心。新鲜难求无命镜，千秋难断相结亏。扳机花啊，扳机花，何苦开到遐大蕊？虎口一滴一滴荡推推，这种较叮当的诗啦，哈。这荡推推的意义吼，一方面是讲心情的，
迄、那个班级会本身就真多类，啊，一连落来是是恶极的。啊，推推的意思是啥？想过直，想过光。所以他们想迄阵啊，伊就做讲，嗯，无要紧啊。我就无参加介钱嘛，我只不过捐一寡钱啊。啊，那这个美国遐有游行，我出来介说一个人等安尼念念。安尼念念吼，安尼念念就死个一摆垮了。好，啊，所以讲这是伫讲就讲班级会吼，这个安家亲像会的，像种咱台湾人的牺牲。好，啊，这个牺牲有哪些是？啊，讲有意义是有意义，无意义是无意义。好，黄金五。嘛，真水！练了拖卡、蹬卡层，即练落来嘣一声，你个猪声是对正，真疼。所以嘣一声真正疼，是感觉人个怎也疼。落花竟然都裂开，你看看班级会练落来是，伊照常开啊，赶快开啊，伊硬夹夹，要开滴呀。好啊，有人嫌伊花大蕊，就是讲你强，你强好，你搞。好，无论你怎么想也好，你淡水变也好。这拢不哩强啊！嗯，对啊，迄种头壳拢啊，尤其是阿扁啊，选举嘛，佫真牛。嗯，但是或者吃两百，佮你搞一条，你变起嘴。啊，佮嫌你讲死啊，让我搞，搞到同我讲，我要骨裂去。好、嗯哦、啊，有人多伊蒙米灰啊。最近有几个工人哈，讲蒙米灰背讲，伊会影响人的呼吸安怎安怎啊？无你故意卖讲。讲正经的讲，各家煎了了，你开会正经嘛，煎了煎了，啊，我是是个记掉，啊，我因为我大兄就是一丛安尼记掉，因为迄个木棉杯啊，杯只人个汤阿门，啊，有个人在咧嫌，嫌讲哎，汤阿门国家贵的是尊师吼，啊，即个人甲人中间，甲大甲即个经过的植物界中间，伊原本就是平行，譬如讲咱种树啊。你若讲落雨雨雨落较真济，讲逐工来扫灰扫灰，啊，你扫雨扫到。咁样去办单啊！啊，规日去又登去啊！啊，咁安尼，咱对生命尊重，人甲人也好，人甲动物中间，人甲植物中间，这个生态，这个互相尊重观念，得对。对啊。好啊，班级会啊，假命运从假假这里假的上上的命运啦。有人发欢喜，其实有人嘛滴发欢喜，阿不爽啦。就是讲阿边啊，今仔日行到这个地步。其实有的人也在看，因为这句还没解释到，有人倒嫉妒伊望米花啊，规矩电器，记好断啊，因为你只脚吹啊，只都爱好断啊，对啊，都爱用伊来抢来念带顺啊。那就是我遐有一间，我遐大古宿舍嘛是有长真大长啊，哎，家我拢不是伫遐唱歌，好啊，刚才一个为着讲隔壁有一个恶丧。好像是中国人的样子。啊，伊甲迄个隔壁迄个中国人讲，啊，你隔壁中国人比较善良。啊，因为我那是警官退休啊，但迄人善良，我了解。伊甲嫌讲，嗨，你啊，吼，你白个马生是自己的规矩吼，今日甲错掉的。啊，伊讲，敢那听伊话，佫了六千块。叫人家记了等。哦，伊吊车，哦，正式的执照要修。好，我讲啊，你了六千块嘞，啊，你来将叫出啦。不然你卖差别就好啊，对不？哦，而且嘛，错了后，鸟已经无底下叫啊，鸟声都无去啊。咱人的心态平衡啊，甲人中间，人甲植物的中间，人甲动物的中间，拢总切断啊。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你有所得，必须信啊。是啊。啊，所以讲鸟会底下唱歌，啊，搁遐搁会有时啊日头在炎的时阵，你也搁会当凉一下安尼。啊，得夭寿啊！就是介先讲，咱较早迄个种迄个竹，吼，竹啊，因讲逐尾阿妈拢爱去扫，扫扫。啊，你啊讲嫌扫办单时，啊，你就去做条麦种土啊。阿麦种风台来你就惨啊。系啊。哦。啊，搁做大水的时，竹啊，搁会当挡大水嘞，迄外年正迄落嘞。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伫讲人这个问题，吼。啊，班级会啊，假命运。有人发欢喜，有人暗伤心。啊，咱是讲一讲多话，吼、哦，其实人甲人互相的错算，咱其实拢爱有同理心，吼、哦。嗯。新鲜难求，无命惊，千秋难断，色相皆开。班级会啊，班级会，何故开甲遐大泪？何苦一滴一滴当推推？
所以讲，有时啊想到阿扁总统讲，啊，你那着爱徛位迄落一边一国，吼、哦，你这落立场。啊，你今仔日哦，你那是讲出世，你那是中国人的第二代、第三代。哦，中国人啊出一个像阿扁总统遐尼搞的，遐唔着互伊碰甲，迄落碰个手物件落个涂骹，干个嘴会加痒的安尼。捧在手里怕掉了，啊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唔着该笑个安尼。结果呢？你偏偏出世伫个台湾，啊，出世伫个台湾囝呢，啊，但系今仔日才结亏啦。啊，唔过是安尼。伤心啦，哈。阿扁啊，伫中国个时吼，无一定一早就用倒落来。伊一定斗争是吼，那是。中国人个斗争就安那一粒一粒吼。伊是地方个地方吼，啊，咱是内底有族群个问题。是。啊，我个另外写收一个六月四吼。这六月四也是在写这个我们的蒙面会，我还记得我有写这个班级会，跟你上次写一首班级会同样是一首歌，对班级会新乡会，年年开年年岁、哦、这是我大声写的、啊、这首是我前几年写的、刚才那是张作霖在写的、啊，这首是讲六月四，六月四就是六月四，敢不是拢一般拢讲游动会？啊，不是，那是五月四。哦，敢不是啊，游动会？无啦，那是五月四啦。你几月已经分不清楚啊？因为哈、这个张柏芝啊，以前妈妈一年一年哈、有卡几贵啊，寄出来。嗯，即马老啊啦，唔是加几啊斤啦，老就老啦，就啊无老就变妖怪啊。六月雪，轻轻轻，飘飘，风尘孤孤零。有人嫌你满天飞，我却对你真倾心。会记你飞了，才不易，才不朽，虽甲火红爱深沉。天机如意，软心心。天顶的五骨，顶多是英雄心。咱来看这个扳机灰哈，一丛的这个大丛的这扳机哈，中文讲的木棉树啦，哈、啊，迄、那个木棉的背的时阵哈、其实嘛是真好看哈，伊背的迄涂骹哈，安尼个人，迄、那个感觉。啊，有时啊，恁家迄落背家迄落路边啊，安尼啊，敢那有迄落棉啊，安尼底下铺一层底啊，安尼。啊，飘啊飘！啊，我那现在落水一个，再起来落水一个，啊，日头小可像迄个蒲公英迄个。对，啊，日头照来就金丝丝。那月雪轻轻轻，飘飘风尘过故人。有人嫌你满天飞，我却对你真倾心。会记你飞了，才不易，才不朽了。虽甲火红。天机如意，软心心，伊个机是真软的，啊，敢若看起来敢迄个如意的感觉，啊，软心心，但是伊个骨头，我是挺挺的。我明明辛苦差天耶，偏偏又落卡手软，对吧？对，好，啊，都伊个辛苦是顶顶的，甚至讲伊生气哈，啊，一看安尼，挺挺挺安尼，真老迈。啊，有时啊，伊个花若开了。卡巴的吼，伊个就安尼垂落来。哎，伊个鸡我们都会软软。啊，软软伊个感觉，佫是安尼改成个如意感觉吼。啊，即马就写到我家己迄个感觉。啊，透早先声叫精神，就是迄个切个剪啦，迄个弦啦，弦啦，弦啦，弦。啊，弦啦吼，我是讲弦，你讲弦吼，弦可能应该较佛教的感觉。弦咯，牛啊啦，人个应该咱专家咧讲牛啊才会叫的啦。牛啊，唔是牛啊，是很牛啊。蚕呢？牛啊是迄蚕，但牛迄个蚕，即马即是弦，弦是。哎，我知影。有两个壳的迄啦，两个字。哎，啊这。十年不觉寒车震，因为他讲，你热天就知影吼，你倒咧困的是透早就吱，无精神你也袂耍咧吼。啊，六月雪一直飞，一直飞，一直飞，苦瓜心，苦瓜心，就是坚强未定根。伊迄个雪，伊迄个是啦，生命这里奥妙就是安尼，每一种的一本，
伊要结迄、那个，即、這个即、這个血糜吼，即、這个木糜，伊、作用就是内底甘有咧籽，你互伊背背甲，去探去探伊个精髓。对，啊，搁有啦，就是讲大自然就是遮尼奥妙，暂停一下吼。恁要去恁宜兰遐，讲有一个大烟筒，讲呱大枝。啊，最近讲有生一烟筒的，迄落一半吼，啊半天悬啊，啊讲生一丛迄落青啊树吼。然后奇怪，烟筒顶悬那会生树啊？啊，这就是迄个鸟啊，食迄落青啊籽，啊食食来去啊放出来，啊就底下生起来。好、啊，这就是大自然的奥妙。人话说，轻轻轻，人间罕有。胖灵魂，唔甘你日中春风背卡送雨云哈，这是想到家己本身迄个感觉哈。像你也看讲，迄个树啊咧，滴开滴开啊，当年滴开，当年滴结籽啦，啊想到家己哈，未当开花，也未当结籽，啊就生活滴就是寡暗淡哈。啊，唔过你唔望较大你。比如一个树啊，我唔是呢，人我吼是比迄路边迄个野草吼，人行过来行过去拢甲你打，啊打打咧死去，啊有诶人用暗土甲你空起来，人有嘛为迄个芳遐搁甲选出来安尼，啊你今仔日甲打拗咧，啊伊明仔载又搁生起来安尼，啊那落雨也是有漏水诶时阵，搁会金足侪选蕉安尼。啊，这是我最近最近写的两首诗哈，啊，刚才有一个想心想心的，刚才张嘴在写，写的诗叫做《比局》哈，啊，我的诗拢变作一首，变作歌，哈，啊，咱明日也是讲，你先今仔先念一下，啊，咱休困一下，等下念咪个倒转来先念一下，等下再倒转来唱完嘞。啊，这有哪些个电脑来个感觉？叫比局，有哪些造型啊？你就去造型，那电脑感觉啊，以我那个造型。这个悲剧吼，这首诗写这个大风，遐尼啊头，春雨变时高，今年春雨是这边啊高，这边啊高，是，才逐工落个济。暗淡的月亮啊，半暝有人你遐好，我伫写啥？其实我伫回头写的是别个的感觉。你敢有听见哼哼的炮啊声？恐怖的模样，四界在爆炸。是哪讲炮啊声，唔讲枪声呢？半暝枪声听起来，确实就是炮啊声。半暝有人在放炮啊。你看，这是你拜什么神呢？恐怖的模样，四界在爆炸。公义啊，火大万千遭，历史虽然回头。什么叫公义？是公理跟正义。但是咱台湾人，伫这个所谓讲民主的过程中，我看真侪这个民主的前辈，大家拢等于讲安那红乖啦，安那拍板，伊最近大家拢是要回忆录，拢从迄个过程，从迄个过程本身起真宝贵的。但是我感觉讲，大家敢未输伫火旱伫电动里用。啊，人食老了，拢嘛串讲，拢讲过去，啊，坐着嗨，倒会睏袂起。啊，无过去讲的，敢要有未来通啊讲？啊，过去吼，嘛唔免话迄落啦，啊，都拢失败啦，拢歹命啦。这个物件就是变做一个问题，咱台湾人拍拼一阵嘛，啊，就是要享受的成果，啊，就要办单，要休困。啊，台湾敢有公理，敢有正义？啊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讲啊，台湾，你讲台湾民主的过程，哎，我咧。台湾它有一个民主，它有一个什么民主的过程，它有一个法治的过程。像台湾的国家，台湾国家伫对，台湾都美国人伊都讲啊，伊讲你台湾唔是一个国家啊，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啊，这都无国家，啊嘛无公义啦。那总共有公义嘛，无伫台湾人的身躯啦。是美国的准殖民地吗？啊，这不一定啦。啊！伊人就讲安尼，啊，较近咱来，啊，要讲台湾要讲国家的人，都爱关伫迄落孤山夹夹。所以台湾吼，袂使讲国家啊，面对这个国际这个形势吼，国际这个形势，无论中国、日本、美国，咱有一个理论啊，就是认为讲啊，无要紧，国际形势给你撇掉的，孤单，你绝对袂出袂难的哈。但是这是。
这是没可能。上主要是你要想靠家己。专门在家己出卖的，嘿，套动有两种啦，哈，套动两种，好，过来，无伫讲好大卖走，我来讲啊，这万请走啦。其实哦，公义甲正义吼，公理甲正义啦，已经照干那照干那背啊。敢问风，所以讲我敢问风，风唔停，要吹雨，雨吹冷，我叫天，天未应，可怜人，人。无情，虽然花蕊曾经勇敢的开，难得结子却无留。虽然落鼎，虽然吃，想到何人甜好啊？小弟将古三西古，伫冷静了后，伫冷静了后，惊做风台搁再攻扫。啊，你攻扫的结果是啥款呢？这就是。悲剧再多循环。阿哥，我伫个家吼，看到你这死哦，我感觉我惊有惊一个，敢那讲你这个最后一句啦吼，伫冷那落宁静了后，吼，伫宁静了后，伫宁静了后，伫宁静了后，啊，这个惊做风台，搁再狂扫。这句你敢那预言呐？我那有听到哈，这个咱阿扁总统伫个遐吼，可能即马江辉啊迄边啦，佮有开会啦，哈，讲完啊，讲要佮对这个台湾人这个要叫遐死台独分子哈，还要来第二次的清算呐。伊这是一个，最近才开会结论尔。迄就是对土啊同款吼，就是讲要抬土啊吼，啊就先压一支这个红菜头吼，仁义吼，互你食。啊，一两片刀啊，你徛起见见啊，啊个腌嘛吼，腌几只算少。啊，其实伊咪免腌啦，啊只要食两个台湾就弄落去啊。啊，但是只要中国人伊手腕本身是安尼，就是讲有我真有真济拄到真济这个啊靠良心的话。这个中国人一直讲，讲啊，咱这个总统吼，因这个马总统吼，啊，即马伊唔是啊咧，伊家己讲伊不爱做，伊要做区，伊要做一国两区的区长。啊，无啦，人因即马嘛讲总，因总统啦吼，因总统实际上是真无咧厚道，就是讲伊无必要正经啊对阿扁啊，还是对台湾人用个即款的手腕。伊嘛知影讲。像阿扁总统安尼，给伊虐待，啊，安尼来给伊侮辱，给伊刑讯，啊，迄落，伊嘛知影讲安尼族群的对立，啊，这就是他所要的。无啦，这嘛袂对立，面对人他没有种。系啦。啊，所以我伫讲伫冷静了后，伫冷静后，其实我有伫暗示一个问题，因咱一向对这个咱台湾的民主成果吼，咱有一种伤过一厢情愿的这个。习惯是讲啊，咱台湾这个真幸福，咱无老家，老家无半地会吼，啊呢宁静革命吼，啊有一挂政治是不都甲破，大家都破互相互相破，破甲成一挂神。其实我做你，我做阿扁也好，李登辉也好，其实因拢有本身的弱点。今日台湾也无弱点，地位无够，今日台湾未甲老家一块地步。对，吼，所以我伫讲地宁静啊，地宁静，我是伫讲个宁静革命。大家拢俄罗斯宁静革命，大家拢无想讲，今仔日咱在这过程中犯真侪错误，是，因诶机缘机会，迄落拢伫诶手里安尼流失去，无把握掉诶安尼，所以讲咱即马爱休困，休困了后，再个倒转来继续讲咱这首悲剧这个台语诗。